动了，慈悲将不会停止，生生世世一辈子陪伴着你。和我们一起来慈悲吧。海涛慈悲基金会划拨账号50416116，50416116。三摩三曼陀
各位慈悲的菩萨，生命电视台也成立了一个台湾救狗协会，目的是要救那些即将被杀、被遗弃的、即将被安乐死的这些可怜的乃至生病的流浪狗。目前在北中南几个护生园区里面，总共已经超过3000多条，每一个月的开销超过130万台币。要非常感恩很多菩萨不断的关心，但是各位，这是永恒无尽的慈悲的工作，所以各位一定要不断的护持、不断的关心，让这些狗狗能够有一个安全的家、幸福的生活，将来安享天年、得胜净土。感恩各位，一定要护持台湾救狗协会，救这些流浪狗。阿弥陀佛。让不舍悲怜化为积极救护，邀请您加入台湾救狗协会，给流浪狗一个安心的家园，护持流浪狗饮食医疗。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